好，我是吴淑妍，那我是来自于高雄科技大学的观光管理系。那我们今天来到哪边？鹿大动物园。好，今天我带新竹的同学来到了鹿大进行一日游的导览解说活动。那先讲讲我为什么会想当领队导游。当初是因为我以前有参加过国外团的国外团活动，所以觉得说这条路是我向往的，而且我也喜欢把欢乐带给其他人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条路。那当初进来这里也非常的不容易，就是因为学校有很多实习的关卡，然后在跟签约的部分进行了重重的困难，所以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些问题，来到了徐顾问的管理公司，然后圆了我想要当领队的梦想。那如果有同学想要有兴趣的，也欢迎来这边一起加入我们咯，谢谢。